这儿就进奥斯维辛了。我操他妈失误了，我那个包啊，早知道我就放在旅馆了。他跟我说这面的话，这个包是要收费的，一个包3块钱，然后我算了一下就是5块钱人民币。那我何必带包呢？就是5块钱白花，你知道吗 ？Shit！ 哎，这面就是奥斯维辛，这面就是主席室吧，应该。